一个男生暗恋你的表现。一个男生暗恋你的表现有以下几点。第一，一个男生喜欢一个人的话，那么他的所有关注点都会在你身上，平时的生活中也会想要得到你的关注，那么就会通过做一些事情让你去关注到他，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第二呢，对男生来说，他喜欢一个人又不好意思直接表白的话，就会通过其他的方式让你去了解他，认识他，那么在生活中就会尽可能的制造更多的跟你在一起的机会，会找借口约你出去学习玩，来趁机接近你。第三，一个男孩喜欢上你了，自然会对你和其他异性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他会对待你温柔体谅，对待其他女性就跟兄弟一样，这种态度是显而易见的。所以一个男生如果有以上这些表现，那么就说明他可能在暗恋你哦。